大家好，我叫曾义伟，然后大家就叫 Alan。 那目前我是在旅行社工作，那最主要业务的项只是说国外人士来台或者是台湾的来台北玩的一些业务。如果说有朋友要来台北玩，都可以都欢迎来找我，因为我可以拿到很便宜的行程或者是很优惠又很好的饭店。Alan 啊，他是一个笑容可掬的一个年轻人啊，而且他非常的热衷于赚钱这件事情。可是他常常会忘了说，他有一些太多行业的那个主力推销。然后我告诉你，旅行业一定要认识一个好朋友，就是他。然后他可以来台北的时候，你可以就是找到可以找他，可以去找到一些比较便宜的那个租房的那个方案这样子。我觉得 Alan 是一个热情又有想法的年轻人。一位在旅行上会给你很好的建议跟支持的一位人，你一定要认识他。Alan 是一个很热情的一个年轻人。那我第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就发觉哇，他怎么那个什么这么热心啊？然后他会分享说他自己的梦想。那他跟我讲说他想要做有关旅游的这方面比较有品质的一些网站来做一些分享。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理念很好。那我们知道有哪些好地方，然后他想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品质的内容，那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比较深度的一些旅游的内容。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分享是很棒的。我其实觉得他是蛮随和的人然后他的触角，我觉得他做旅游业应该蛮多的，所以跟他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我觉得 Alan 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年轻人，因为他有想到说透过旅游的部分去下乡，去发掘那些乡下一些特色文化回馈给台湾的人，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我觉得 Alan 他很可爱，然后很认真负责。那我相信如果有人对旅游要问他的话，找他就没错了。